托你博士，请你救救我们的朋友，拜托帮帮我们。这个神秘的生命石藏在海洋另一头的森林城堡，森林女神非常需要生命石来孕育万物。比赛谁先到？在下正是森林向导，我要跟丢了。预备备，比赛开始。你根本在耍我们吧？请问有人可以帮我吗？应该选我才对，我可以保护你。我们还是不要进去好了。欢迎各位光临猫侠女厨房。放开我！如果不去尝试，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能耐。我相信有天你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女巫。跌倒也没关系，我们都失败过，可是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自己重新站起来。嘿，华特，你看，生命石在那。